大家好，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就是 Artemus Ten， 应该这样念吧 ，Artemus Ten， 听一下。阿德姆斯特，应该念阿德姆斯特。阿德姆斯特，阿德姆斯特。阿德就是感觉是老的意思，姆斯特。姆斯特应该也没什么特别意思，他其实名字叫阿德姆斯特。他叫什么？乌迪，乌迪蛮典雅的吧，它这个是自动瓶开的，会像是蹦开的，然后这个它的酒看起来非常清澈，它是拉格，就是一般的拉格。我才知道他们说拉是什么意思，就是后面喝下去吞咽的那一餐啊，时候它会有点刺激在你的舌根的那种拉，然后它这个是。OK， 它这个酒，它评价有六颗星，所以十分来讲它有六分，所以算是还 OK 的酒，还有一点辣味。OK， 我当时他们讲的它有点辣味，我其实还蛮喜欢这个酒的，因为它的风味其实还蛮独特的。再加上它是这种砰，我还蛮喜欢那种砰一声的那种酒，然后它有一个很特殊形状的图案，就它的那个很特殊形状图案，虽然不太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它的酒厂吗？这个我也不知道。然后这个是巴伐利亚的酒，因为这写 Beer aus Bavaria， Bavaria， 你看这个名，巴伐利亚这个名。你拜呀吗？拜呀，拜呀，呀，那Beer aus Bavaria，就从巴伐利亚来的。有时候我就觉得蛮神奇的，就是巴伐利亚是英文翻译，它是念 Bavaria， 然后德文是念 Bavaria， 因为它就两个音节嘛 ，Bavaria， 所以，其实照你就对了，白牙。然后就觉得这酒其实是还不错喝的，虽然它也是偏贵一点，它气泡也是比较偏细致一点的。它的辣不会特别大，不会特别的让你觉得闻到一个的辣味，它是一点带点刺激的温和的辣味。是，你就说它是。是典雅的辣味，我也不知道，反正喝起来就是还蛮顺口的辣味，就是那种，对它刺激的舌头那种辣味，应该是辣味，不是酸味，因为酸味是比较特别的。对，所以因为它的辣味没有那么的明显，所以它基本上比较好入口。那其实还蛮推荐这一款酒的，对，有空应该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 Artemus Ten， 然后乌迪 典雅的酸味，典雅的辣味 Vutzig
乳脂这个乳脂到底是要怎么去形容它这个辣味呢？因为在我刚开始学德文的时候，我学到的辣味就是所谓的 scharf， 就是 scharf， 就是我们所谓的 spicy 这种辣味。OK， 我知道它其实不是直接不是所谓的辣，应该是所谓的辛香料那个 spicy， 就是有香料的那个 spicy， 所以它这个是真的是闻起来是有一点香味的，有果香的，所以我们回来看一下我们的它这边的果香油它是怎么讲。他这边是写说 ，from extremely mild beef wood-fond butchie from extremely mild beef wood-fond butchie，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from extremely mild 应该是说，它的味道比较温和，就是非常的极度温和，到它有非常好的香味，所以它这个是指香味。因为你要是说辣味的话，其实要讲辣味，其实还蛮奇怪的。要不然我们现在讲辣味，我们会讲。我也不知道去什么学习，然后就是辣。我看一下这边有没有写辣味。这个吗？这个我感觉。这个有一个叫做 I'm fresh， 这里写一个 I'm fresh 的 ，I'm fresh 的 ，I'm fresh 的啊 ，I'm fresh 的是前期啊，是废话，就是 fresh 的，就大概就是前期的意思。所以 I'm fresh 的，它是说 from ice light 到 dust luxury，light 是丰富嘛，到。都是都是真的是那有些讲法真的是让我感到莫名其妙。 OK， 都是 lotion 到底有什么翻译？因为你觉得 Dust 是 Coke 嘛， Lotion 是解决的，就灭火器。 Lotion 应该是灭火器，因为 Lotion 是解决，是消除，是 soft 的意思。然后 Lotion 就是灭火器，或是反正就是清除什么之类的。Light 是就是轻，但是我们记住 Light 应该是轻的意思，就是Light 是丰富了，就是有些人那种丰富，或是我觉得 Ice Light 应该是达到的那个 Light， 达到是什么 Light 就是地上这样子，就 ice light 的就大概有点到为止而已。所以其实这个款需要，就是说它清爽程度，我觉得还蛮清爽的。Sufi 是它的 Sufi 刚才是这样子。所以真的是搞不懂。
是不是也是指它的口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它，虽然我知道苏菲也是指口感，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这边是写说 Schwaben Kost bis der Gluten die Oil，也就是说它那贵不贵的感觉，苏菲有点难去思考这个想法。OK，然后，但是它的咖啡不丁，就是说它的酒精程度浓度高不高？因为只有4.9，所以很明显就是我不容易醉。OK，所以我们想得到他们这边分酒的话，他们主要是讲喝吧，你的草药就是说你是甜的，还是比较偏草药多一点，就是比较可能偏酸吧。如此意是说你比较温和的，还是你比较啊？刚才讲不自己是吗？比较你的香味吧，你是比较温、比较普通的、平淡的，还是你比较有多一点香味的？Erfrischend 就是 Erfrischend 就是说你喝起来是比较清爽的，是一点点清爽，还是足以止渴的？所以。啊，苏比真的是不太确定。苏比可能是说，他感觉从后面说 “for Schwaben cost bis get Luton the oil”，是说你到底是便宜的还是贵到离谱的之类的，叭叭叭。OK，巴伐利亚酒，平常我们讲酒都是讲南部的酒都比较来的有名的，对。那我们讲所谓的传教士啤酒，我们可能会讲的是比利时那边的。现在已经12月14号，其实天气没有想象中的冷，到底是温室效应导致的还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讲这个，我也不知道。反正就这样，Goodbye。